能持所持，啊，能持是我们自己这个心。这个十八愿里面讲的智心信要，心心回向。所以念佛法门呢，古大德说的很好，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，用不着特别回向。为什么呢？你每一念都是回向。它叫心心回向，啊，我们每一句跟阿弥陀佛都相应，叫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我念阿弥陀佛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，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你看那个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面说的多好啊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。这心念法师上中峰禅师说的啊，这个人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。那能假得了吗？啊，修其他法门要做回向，这个法门不要。啊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我们把这些佛号失掉了，跟阿弥陀佛这个就脱节了。所以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要净念相继，相继就是念念不断的。啊，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那边也收到啊。我们这像个发报台一样，这电报资讯发出去那边就收到啊。啊，这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不要跟别人联系，只是跟阿弥陀佛一个人联系。啊，我们就决定得胜了。啊，能生所生，能赞所赞，无非摄相正因之所因。这个法门还得了吗？啊，摄相给你印证，你就是摄相。啊，摄相是什么？是真实智慧。你干这个事情，你真实智慧，这一点不假。可见入此门中，净土法门，一一皆入实相。入实相就是明心见性，故所会真实之力，真实之力是见性成佛。莫过于此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就见性，不就见到佛了吗？现在没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有没有见性成佛？有，一念相应。就是一个见性成佛，念念相应，就念念见性成佛。